于吃子，十七岁以前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，是我的妈妈和我的发小段博文。十七岁以后，我开始慢慢懂了一个道理：一个女生想要变得强大，首先得为自己活着。段博文，你不帮我就死定了。对于惜字如金，做事总是慢慢拍的段博文，我一直有足够的自信，他一定会是我危难时候倒数十秒的 Superman。 以后少吃点，不然什么车都禁不住你啊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也随时可能变成别人的 Superman。没事吧，段博文？你送他去医务室。嗯。老师，我陪他们去吧，有一个女生方便一点。亲过了吗？我知道你跟段博文是青梅竹马，你们亲过了吗？我说嘴唇那种。斯嘉丽，探听别人的秘密是很不礼貌的行为。别说我没提醒过你，你们家段博文好像有喜欢的人。怎么，你喜欢段博文啊？心说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？不就那些事儿吗？你故意装晕的啊？我只是不想做广播体操而已。今天心情不好。为什么心情不好？鱼池子，探听别人的秘密是很不礼貌的行为。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可是要上课了。你忘了我刚晕倒了吗？能去上课才奇怪呢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一个不夜城，花灯起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。关于花泪剧场的传说，想听吗？从前有个女生没考上理想的大学，在毕业典礼那一天跳完集体舞之后就当众自杀了。后来她的灵魂就住在了这儿，没人的时候还会出来晃悠，可我来这好几次了都没遇见过她。喏，你站地方就她自杀的地方。你别编故事吓我，我胆小。是真的，不信你去问小耳朵老师，他也天中毕业的。可是这个故事有明显的 bug 呀，一个女生想在众目睽睽下自杀，怎么可能？割腕，上吊，就算从这个舞台上跳下去，也顶多就伤了脚踝吧。他就用一把锋利的剪刀刺穿了自己的喉咙。啊！于世子，你真可爱啊，说什么信什么。像你这么天真的女孩，全天中估计只有你一个了吧。我觉得斯嘉丽喜欢你，她把你发表过那些作文里的精彩句子
全抄小本子上，天天看。还有，他一天在我面前至少听你十次。哦。他一直问我你是不是我男朋友，烦都烦死了。我就告诉他是。你不介意吧？嗯。段伯伯，把虾给我。你脸都这么圆了，别吃了。找死啊！停！我来，我来。哎呀，好大的虾啊！来，伯伯，再吃点。谢谢阿姨。妈，你也有啊？你瞧，哼，这不也挺大的吗？我叫段博文，17岁之前，我唯一喜欢思考的问题是，人为什么要活着？直到17岁，我觉得我忽然找到了答案。以后少吃点。在我看来，女生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生物，我拒绝搞懂她们。不过，也有例外。冯林玉，到。李瑞杰。段博文的，他叫李尔，我们的班主任。开学一个多月后，李小松，我知道了他的外号小耳朵。谭岩，段博文，你班费还没交呢。这票面太大了，怕你找不开。我晚点再找给你。我开始盼望每天上课，盼望和他说话，像儿时盼望周末。当他出现在教室，我很希望他能发现我。究竟怎么才能成为他眼里的重量级人物？我觉得是我高中最重要的课题。老师，老师，李二老师，进来怎么不先敲门？报告老师，我敲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可能我没有注意。这就是你的作文？因为你的作文题目，我的高中实在是太没劲了。这样吧，给你特例，自己定题目，重写，什么时候写好，什么时候交给我。这么好啊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嗯。对了，段博文，画得不错。你故意迟交作业，还有机会去办公室找小耳朵。那你故意晕倒又是为了什么？明明知道还问我。太聪明的人啊，容易早死。我倒是挺感兴趣的，你和于狮子这么笨的女生怎么交流？我愿意。不要以为他笨，你就可以欺负他。你男友力这么爆棚，于赤子他知道吗？他知不知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
你得记住我说过话。哎，段博文呢？走了。阿姐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以前读书的时候，经常来这儿看书。这里也算是我和我一个朋友的秘密基地。是男朋友吗？是个女孩，她叫巴拉。我猜，后来你们爱上了同一个男生，所以你们从好友变成了死敌，对不对？其实后来你们都长大了，分开了，他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你们很难再见到面。段本同学，谢谢你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也该回家了，你妈妈该担心了。回想起来，一向光明磊落的段博文最近的确表现得神经兮兮，原来这是因为他藏着秘密。回来啦。博文呢？死了。你们两个呀，从小闹到大，你就让着他点嘛。博文从小就没妈疼。没妈疼？我看你比他妈还疼他。那能一样吗？你别小心眼儿。我花了一些功夫找到了李老师的 QQ 空间，同时也发现了他的秘密，他在谈恋爱。我们永远都无法改变别人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我们自己。啊！死了。侄子，开饭了。哦。你去哪了？去趟书店。你好像突然爱学习了，是想表现给谁看啊？你的星座书没告诉你，今天不宜话多。有啊，所以本来准备告诉你的秘密，我还是决定不说了。算我求你了，千万别告诉我。和小耳朵老师有关的，你也不想听啊。但是你得帮我个忙，其实呢，也算不上什么天大的秘密，可是我不告诉你，就老觉得欠了你什么。
你说这种感觉怪不怪？上次去书店买书，你确实欠了我50多块钱，忘了还了。不要脸！后来我请你吃麦当劳，你说那顿算你请，不用我还钱。请太多不记得了。鉴于你这么无耻，这个秘密在我心里烂掉了也不会告诉你。你使劲后悔去吧。嗯。来，博文，先喝点汤吧。啊，谢谢阿姨。他吃不了那么多，他疯的喝饱了。明月清风。阿姨。嗯。我爸这两天有没有给你打电话？没有啊。他已经两天没回家了。董教练在家里跟疯了一样。别担心。你爸爸是大人了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我想过了，还有一个秘密，还是告诉你比较好。说吧，什么秘密？你不帮我，我就死定了。我混论坛混出事儿，人家就要找上门来了。具体点。我在一个论坛认识了一个朋友，我俩常忙起来去跟人家撕，撕得特别过瘾的时候就交换了微信。可谁知道世界这么小，他竟然也是天中的。更不幸的是，他对我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说上来我们班找我。可是我不想见光死。那就别见。我找你们班段博文。方博文人找你。好。你就是米粒儿。那你是不是段博文？你认识我吗？我是横刀。你又干什么好事了？对不起啊，我告诉他我在段博文。我给你作文打了高分，有个全市中学生作文比赛，我想推荐你去。那说定了，每周五摘篇作文给我。好。没什么事了，再见。还有事吗？再见，小耳朵。还是要找我老师，记住了。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笑了没啊？你别这样，放手。这是学校。段博文，还有什么事吗？老师。我只和他对视一秒，就在这场气场大战中输得片甲不留。救我的人是鱼池子。他很帅吗？嗯，如果和你比，那是一定的。今天早上的事扯平了，再见。哎，不是说好一起回家的吗？段博文，你能不能把你的心收回来？你想的那些都是不现实的，他不可能喜欢你的。你懂个屁啊！我知道小耳朵老师的空间。再见。哎，段博文，其实你也很帅的。
我买了外卖，在桌上。哟，又去一家吃饭了。别忘了，这才是你的家。没人愿意碰你的东西，别疑神疑鬼的。神出鬼没，沉默是金。你怎么跟你爸一样一样的呀？上网，你找不到的，死心吧。滚！你求我呀，求我我就告诉你。别吹了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就知道那天放学，你跟他去了河边，还给他撑了伞。看在你今天帮我扛雷的份上，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小耳朵老师的男朋友，我跟他求婚了，不让他留在天中教书，要带他回北京。你都从哪儿听来这些八卦？秘密。我觉得你屋里那本书根本就不适合你。什么书啊？你不应该看《少女恋爱养成记》，应该是《脑残少女养成记》。段萌，你去死！以后休想告诉你任何秘密。唉，书上说，喜欢一个人，就会满世界寻找和他有关的蛛丝马迹。而我能做的，却是帮着他满世界寻找他喜欢的人的蛛丝马迹，真是够了。的我们竟然爱上了同一个人，我却始终没有勇气让你知道。原来我妈妈真的喜欢段伯伯。今天李老师请假，姐姐调课。好了，快点把书翻到35页。死了，还没抄完。他消失了几天，所谓世事无常，就是想见的人一直见不到，不想见的人一直会出现。米粒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的谈一谈。你再敢在我面前喊那破名字，我就把你掀翻了心。段博文，多次获得作文比赛的大奖，表面上不爱说话，但内心波澜壮阔，典型的闷骚，标准的双子座幽默型选手。我说的对吗？就算是在网上欺骗别人的感情，大叔找你，给你做了烧麦。你好好品尝一下吧，这可是米粒儿做出烧麦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走？好个老段，竟敢出卖我！出来后你总是要还的，有些事儿啊，只能你自己解决。别看了，你全身的荷尔蒙都要烧起来了。你看错了，我现在全身燃烧的是愤怒的小火焰。吵架了？你说现在男人心里面都在想什么？其实每个男生都很贱，你对他们越冷漠，反而他们越受用。
你先学会不要每天给他送早餐了。哦。其实想要知道一个男生到底在不在乎你，特别简单。如果一个男生真的在乎你的话，他是绝对不会亲另外一个女生的。你站那么远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你说吧。你这样对他，他难过死了。我怎么对他了？你一定在担心你的女神小耳朵老师吧？既然你消息这么灵通，告诉我为什么他没有来上课。我的确有内部消息，你要真想知道，放学来花蕾剧场，不许动，不许说话，我说你听。第一，我很喜欢你；第二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你。不要亲，不要亲。第三，今天你要是敢拒绝我，后果非常严重。玩过了吧？有胆你吻我，没胆我吻你啊！不然，小心我管得住我的心，也管不住我的刀啊！如果刚刚我不尖叫，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？但不管怎么样，我想我应该离斯嘉丽远一点。或许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米亮，于世子，原来你叫鱼痴子，怪不得你说话上这么多鱼。这是我刚做的奶茶，芒果味的，你试试。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喜欢芒果味的。谢谢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会担心的嘛，而且博文他心里也特别的不踏实。好好好，我明天一大早就去银行，放心啊，放心。妈，哎，今天家里有客人来吗？啊？嗯，没有啊。你说段伯伯到底去哪儿了？怎么就突然不见了？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哦，对了，估计伯恩现在身上也快没钱用了，这个你明天拿给他啊。我才不要做我妈那样的女人，我跟她不同。我要我爱的人也爱我，视我为珍宝，捧我在手心，不然我为什么要爱？
南北通透，采光特别的好。这两天看我们这个房子人特别多，您二位要是想要，就尽快做个决定。干什么？你爸在外边也，我要断了他后路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呀？你爸在跟我结婚以前就把这个房子转到我的名下了，不然，你以为我会嫁给他？他有什么？他算什么？他当我董家磊是什么？这屋子里可死过人。我妈就死在这屋子里。你们敢住吗？我们今天要学习基数词跟序数词的关系，这个很重要。不就是小孩多请假几天，有必要一副天快塌下来的样子吗？又跑来这儿了，你不是也消失了好几天吗？老师，我来吧。我请了几天假，去做一个决定。决定了吗？你有心事啊？你看你，全身都淋湿了，到老师家换个衣服吧，就在附近。凑合吃吧，我就只会做这个。谢谢老师。天中附近有家饶记面馆，特别好吃，我这个就差点意思。老师，你跟我说话吗？老师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好像总是听不见。是吗？你刚才为什么在那边淋雨？看来，这个年纪的烦恼总是一模一样。
告诉你个秘密，我的左耳其实是听不见的。不信，你可以在我左耳边说句话。你说。干嘛自残？你来找他干什么？要是我说带把前面同学来看望他，你信不信？信，你长得挺像唐支书的。你老师好吗？不太好。不要老子在厕所里抽烟，烟的味道散不掉。平时别老给他吃泡面，对身体不好。天津附近一家面馆，他不是挺喜欢的吗？你知道的不少啊。我知道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。是吗？说说看。罢了。邓博文，你手机烂在厕所了，一直有电话打进来。博文，你快点来，你爸爸出事了。钱，别赖你了！现在不行，说算是吧？有话跟我说。慌什么慌？别动手！别动手！我进去。我来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吵架了是吧？有话好好说。不好意思。阿姨，这是我家。不用提醒，我脑子清楚。
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，你吃完苹果走吧。这个梨也给你。你当我是要饭啊？你别多心，你吃的这是苹果，不是饭。你知道一个词叫婊子吗？但是你一定见过你妈妈，你妈妈她偷了我的男人。对不起。你跟谁说对不起？我家什么地方，你们家人随便进进出出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想砸就砸。池子，你女儿刚刚差点被人谋杀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看看他们家的人，疯的疯，醉的醉，我们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才惹上他们家的倒霉事。你闭嘴。果然，亲情和爱情比起来一钱不值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三平，你傻不傻？你等人家等了几十年，人家需要你就把这当成避难所，不需要你还没找到，直接远扔的。放了你，他女人跑来这里闹，你还要做和事佬？你还指望人家八岁人家会娶你吗？别做梦了。疯了你，简直是越来越不懂事。等会啊，坐。只比我重要，是吗？池子，够了。是，我是够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买铅笔多你一分，我买笔记本多你一分，我买汉堡多你一分，我买可乐多你一分，我买什么都记得多你一分。但我只有这一个妈妈，求求你，不要再跟我抢了。
才不要做像他这样的男人。我跟他不同，我一定会为我爱的人勇敢面对。躲躲藏藏，有什么资格谈爱？你会想我妈吗？段哥，我走了。你知道吗，段哥，在爱的问题上，我确实很自私。我不该去孙平家闹，但最后这一次，我怎么都要闹一下。不闹这一下，我走得不舒服，不踏实。这辈子回想起来，都是要难过的。这10万块钱是我所有的积蓄，我们夫妻一场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。愿能度过难关，以后的日子各自保平安。我写过很多得奖的作文，用过很多美妙的形容词，但我其实并没有真正见过朝阳喷薄的清晨。就像很多事情，我们在心里认定了很多遍，自以为对他了如指掌，却从来都不知道他最最真实的样子。那天过后，段博文一直没再来我家。我跟妈妈也都不再提那天的事。我相信时间会带走一切，包括暑假结束，我上了高二，他选了理科，而我留在了文科班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没有人给我送早餐，没有人在我耳边唠唠叨叨，其实也有点不习惯。请问你们这里招周末小时工吗？你看这生意这么差，就别跟我抢饭碗了。
说你没看到我。有句话说的挺对，恋爱就像两个长得像猪一样的人，却生怕对方被别人抢走。你说刚才那女孩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就她男朋友长那样，还值得我去抢？我要抢也要抢你这样的帅哥啊，对不对？夜路走多了，小心撞见鬼。像你这么帅的鬼吗？我愿意。感兴趣？斯嘉丽认识算了酒吧的经理，通过他的介绍，我开始在算了酒吧打工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于池子。那天以后，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和阿姨，但我知道我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了。暑假结束，我上了高二，我选了理科，而段博文跟斯嘉丽留在文科班，我们不再同班。段博文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和他疏远的日子，我听了很多关于斯嘉丽的秘密，甚至有人说他整天在离学校不远的算了酒吧鬼混，迟早带坏段博文。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必须学会远离他的喜怒哀乐，过我自己的生活。要不藏，要不战斗，没什么真相可言。很喜欢这里？不喜欢。哦，天气不错。对了，我们老家的风俗，第一次约会的时候要送女孩子七件礼物，以后才能和和美美。你觉得我们在约会啊？不然我们在干嘛？我只是想找个朋友聊聊天，你不要乱想。我发誓我没有乱想。你看看吧，我精心为你挑选的。我们老家的风俗，女生不能随便收男生礼物。那你选一样，就当是圣诞礼物，行吗？防狼喷雾，这个好，女孩子嘛，安全第一。用一个人替代另一个人，是治疗失恋的最佳方式。看来书上说的都是骗人的。晚饭叫你妈多做点，我馋死了。晚饭叫你妈多做点，我馋死了。晚饭叫你妈多做点，我馋死了。这是他几个月以来第一次找我。段博文，你赚钱为什么？为活着吧。我就喜欢这一点。你没听说过吗？人的一生很短暂，一定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。谢了。说实话，
你当时跟我说你要打工，我还以为你最多坚持三天。别夸我，我也是被生活所迫。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做过什么让你后悔的事吗？有很多。说一个来听听呗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游戏，整天在网吧里泡着。我妈生病，我就因为贪玩，连她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我也有个秘密，想听吗？我也得过一场重病，休学过两年，所以我比你们都大，我19了。那现在没事了吗？活着。你知道吗？没有人像你这么跟我说过话，没有人了解我的过去，也没有人在乎我的未来。我从来没有朋友。于世子不是你朋友吗？我的确是喜欢他，但更多的应该是嫉妒吧。这话千万不能让于世子听见，如果让他知道你竟然也会嫉妒他的话，肯定会骄傲得飞上天的。哎，你说如果我要是和于世子抢你，谁的胜算比较大？抢我干嘛？还得养我。我愿意。那天我和斯嘉丽聊了很多，斯嘉丽说千万别将拥有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。我突然想到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他，没错，他很笨，很烦，我有100件比他更重要的事要做。然而此刻我想知道他好不好。晚饭叫你妈多做点，我馋死了。博文，你好久没来吃了，你喜欢的大虾最后一个，你把它吃了吧。我爸真戒酒了。真的？好久不喝了。太好了。新的旅游路线还不错，赚了一笔，债也快还完了。好消息。他说等不是太忙的时候要吃你做的红烧肉。好啊，看这天要下雨了，等下吃完了早点回去，别淋着雨。池子，一会儿你来刷碗啊。嗯，我来洗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好久不见，你怎么还是那么狭隘啊？是我狭隘，你宽广，不然怎么会突然想到我？你忙，没时间找我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讲点道理啊？你胡说，我忙啥呀？我，你忙啥？你问我。神经病啊！先别闹，等我把碗洗完。
从下个学期开始，我不能再继续教大家了。为什么？老师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一趟澳大利亚。老师是去旅行结婚吧？对，老师正要结婚了。哦，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老师自私，因为人的一辈子不算太长，能遇到一个自己真正爱的人并不容易，我不想轻易放弃。老师，我祝福你。那我怎么办？老师，亮哥，今天是你在天中教书的最后一天，这是同学们写的新婚祝福。给我吧。有你写的吗？当然有。继续写作。一定会的。再见。再见，小耳朵。亮哥，谢谢。我由衷地感谢生活里的痛苦、失望和分离，因为他们，我才能更加感受到快乐、希望和重逢。校内比赛我拿了第一，代表学校参加校级作文比赛，我想证明自己。上来，来这里喝酒，爸妈知道吗？你怎么当起教导主任了？这只是果汁而已。也许秘密拉近了我们的距离，我好像没那么讨厌他。家里都很嗨，我在董家磊脸上看过那种笑容，那是为了藏住难过的笑容。这一刻，我想，他可能需要一个朋友。圣诞快乐，斯嘉丽。谢谢你，邓博文。好朋友，不客气。我没事。学校决定，你
你呢？基于警告处分，取消。我没事。其实我并不在乎作文比赛资格被取消，我在乎的是他会怎么想。你吃饭了吗？你有事？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呀？我等下打给你，我现在很忙。喂？他们两个不会有什么猫腻吧？后来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斯嘉丽。她选择了退学。有人说她转学了，有人说她去北京当了演员，也有人说她出国了。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做对了，还是做错了。但我决定振作起来，抛弃那些无聊的、困扰着我的鬼东西。李老师，你看，《周楚除三害》这个剧本里。就是先白鹅猛虎，再长桥蛟龙，所以说应该是我先上。反正这故事新编嘛，蛟龙一出场，保证吸引所有人的眼球，所以呢，得我先。哼，你们俩谁先上都可以，看我不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。蛟龙，砍招！哎，周叔，别闹了，路会有龙头。看后女生中行不行？后面同学注意一下啊，你们俩过来。你在干什么？他们让我帮忙拍这场话剧的幕后记录。原来你也会演戏啊？没有办法呀，因为没有人愿意演配角嘛。那你为什么愿意？嗯，主角们出马的时候，总得有人要负责被砍的嘛。那你觉得生活里有配角吗？只要心中有爱，每个人都是主角。恒刀，你真名叫什么？王大柱。大小的大，柱子的柱。王大柱，你不觉得你这个发型演配角太夸张了吗？没办法，随我奶奶，天生的自然卷。通过那几天的相处，我好像没有那么讨厌这个男生了。池子，最爱的猫花。快要演出了，紧张吗？反正就是个配角嘛。自从在这里排练，我才知道这里关门不关窗，太没有安全意识了。
你们老家为什么第一次见面要送女孩子七样东西？这个七样礼物代表七种颜色，送给女孩子就是想说它比七种颜色组成的彩虹还要美，还要讨人喜欢。王大柱先生，你可以送我一样礼物吗？嗯。你上台去大声地喊一声，鱼池子我喜欢你。鱼池子，我喜欢你。鱼池子，我喜欢你。鱼池子，我喜欢你。我闭起眼睛，想象如果是他，如果是他，那该有多好。高考我想考复旦，你呢？亲我一下。还是不要这样了，你看上去比我还要紧张，我不想让你后悔。邓博文，建议叫他回家。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我想这点我爸也应该有同感。Thank you.
阿姨去买菜了。听我妈说，董佳雷会回来。也许吧。那你说我爸带我妈去相个亲什么的。你千万不要跟着去，胜算不大。就你这数学成绩，你就是去菜市场也会被骗吧？猪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念书？去死！那一天，我体会到了久违的快乐。我想，如果段不文真是我哥哥就好了，那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他的宠爱。我成绩差成这样，你要负一半的责任。你是不是笨啊？理科不好还选理科？我是为了让你清静点，不好吗？慢慢自己算吧。他只想占有你，还有另一类男人。你跟横刀到哪个阶段了？亲过了吗？段博文，你想什么呢？一定是斯嘉丽教了你什么歪门邪道。我警告你，别太放肆。那你呢？酒吧约会算不算放肆？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反正你想怎样就怎样，你也不会告诉我。其实我也挺想你的，尤其没饭吃的时候。什么叫挺想的？他为什么不问我那天在花蕾剧场的事？难道他真的一点都不在乎？我应该把所有照片都删了吧？我需要你的解释。你是不是把相机借给什么别的人用了？横刀，彩排需要用。我会灭了他。蛟龙啊！什么长枪蛟龙，简直不堪一击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来一个猛虎！来了！终于轮到我上去被宰了。虽然我是配角，但是我会全力以赴的。米莉，帮我拍一张好看的照片，我要给我奶奶看。那个啊，你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不管为你做什么，我都是心甘情愿的。我有一张照片啊，可能快老虎上场了，快！那我上场了，有什么事等我下来再跟我说。哎。
对不起，让你在老师面前丢人了。没关系，年轻的时候谁没干过点荒唐事？姐姐，伯恩受处分的事是不是跟你有关啊？姐姐，妈妈有个秘密想要跟你分享。我跟博文的妈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但不幸的是，我们都爱上了你爸爸。为了得到他，妈妈做了好多不该做的事情，最后你爸爸娶了我。而博文的妈妈一气之下就嫁给了一直追求她的段伯伯。两岁那年你爸爸去世，我根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，是博文的妈妈一直陪着我照顾你。这一份友情是妈妈这一辈子的财富，而妈妈对她做的那些事是妈妈这一辈子的愧疚。所以现在我一定要照顾好她的家人，她的儿子，包括她的丈夫，只有这样妈妈心里才会好受些。智子，一个人活在世上最要紧的是要活得明明白白，只是妈妈有点明白的太晚了。我应该对横刀诚实。对不起，我根本不喜欢你，还利用你，请原谅我。祝你口头如丹。我后悔没有对斯嘉丽说。对不起，我对你不够真诚，我不配做你的朋友。对不起。我自以为了解的每一个真相，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真相。原来每一个秘密的背后，都藏着那么多的秘密。原来真相并不一定是真相，而谎言，却永远是谎言。小耳朵老师走了。你是不是很难过？没有啊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有一天我也走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那要看你去哪儿。你什么意思？反正你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你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没有。真的？有。说。谢谢你。段博文，我有一个秘密想告诉你。上了酒吧的事，告密的人是我，不是横刀。其实我会打横刀不是因为他告密。那是为什么？秘密。那如果我和斯嘉丽一起掉进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
你水性那么好。睡的时候，我假装溺水。我对自己说：“谁来救我，谁就是我的王子。”段博文，我喜欢你，这是我唯一，也是最后的秘密。所有秘密的结果，无非都是一个新的开始。